那什么呢，还不如三好也最大的一站地铁站锦衣西路，繁华的天华路天华城。安心点点广州最发达的部分，广州有繁华的街道，也有城中村，它们像两条平行线一样构成广州。离珠江新城不远，离广州塔不远。连收几天阴雨，广州也降温了。气温25度左右。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中国最发达的部分，广州。广州的一个繁华街道。现代化的商业中心，太古汇、天河城、正佳百货，一带一路的大会正在召开，广交会正在召开，所以这座城市来了很多外国人。广场有风吹过来，也很舒服。
成年人很多，婴儿 baby 就很少。你现在都在显示。老龄化正在加速到来。人口正在减少。排队办证。这办什么？这办身份证吗？这是办身份证吗？办签证，是什么签证的事？还不能过去了。运钞车，刚才一个送外卖的师傅告诉我说，这几天外供特别多。是的，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还没有关上。小声点说。正佳广场，反正商业化城市的地方有个几亩地大，几千个平方就会称为广场，可能广场就指的周围的一两千平方的地方就称为广场，正佳广场，广州商业圈赫赫有名的正佳广场。人口14亿，面积960万平方公里。人口是欧洲的两倍，面积比欧洲略小。我可以真实的告诉你朋友们，今年2023年广州的人流量不及2016年的1/10，这是我的切身体会。特别是外来人越来越少，因为经济不景气，很多人都回去他们老家了。
他说啥我没给他摩天大楼是指90年代至2015年时期的中国，现在进入烂尾楼时代了，遍地是烂尾楼。我每次看见摩天大楼，我都有一种压抑的感觉。人口正在减少，为了怎样去处置这些摩天大楼？下面电子屏上显示大湾区的广告，中山虎门、东莞。一去不复返，全球化终止，贸易战、经济危机、大洪水正在路上。什么都香，好吃哪看啥？我在聚合区这边也搞了个小的夜市。商永远是逐利的，为了挣钱，千方百计。有一个数据说，再过70年，中国就大陆只剩下3亿人。没有了，一切都没有了。就是小一点啊，小的。
动的这里。亲爱的朋友们，你在观看我的频道吗？我向你实时报道中国大陆的每一个角落。倒计时一秒，过马路了。这个得世界第一个法国，中国，深夜广州街道的一个情景，我向你实时报道。商场逛了一下，空气中弥漫一种好闻的香水味道，到处是老外。我从武汉来到广州，经过很多城市，广州给我的感觉是有。这个商场很高端，店员都很漂亮，小伙子很帅气，设计的很现代。这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流派的雕塑，雕塑。逛了一下，我也买不起这么昂贵的商品，我只是想说，没有梦想何必广州。年轻人在朋友圈里都这样说。这边特斯拉开的展会，特斯拉估计只有特斯拉这么牛逼的公司才付得起这里昂贵的租金，很多人过来试驾。确实，光那么走，穷人，我消费不起。中国大约有10%的超级富人，剩下来都是穷人。肯定在里面。这店员的工资应该很高的，他需要懂几个语言呢？
看着这些这个城市飞起的天。国家的强大在于它的体制，也有国家文明与否在于它对弱势群体、对穷人的保护。这是我从广州臭烘烘的城中村来到这个珠三角龙头城市广州，来到最豪华的商业中心的感受。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观看。世界各地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和我交流，我愿意和你分享中国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信息的真实，自由交流很重要，交流友谊。谢谢大家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，欢迎大家在我的评论区留言和我交流，我很乐意和你分享我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。谢谢大家。